大家好，我是燕子业务团的方老师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下三点转两圈的教学飞机。咱们首先左脚起奔跑，一二压脚，侧点后点侧点，咱们这个是三点转，转一圈咱们之前都学过，转好，转过来的时候右脚落地，右脚落地之后左脚抬起来，好，咱们再转一圈，这就是第二圈，反方向是一样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一二压脚侧点后点侧点，甩腿落地，好，落地之后右脚抬起来再转一圈啊，背面大家再看一下，奔跑，一二压脚侧点后点侧点，甩腿，好，转一圈，第二圈的时候落下去的这个脚就放到地上，然后另外一只脚抬起来再转一圈，反方向右脚奔跑，一二三侧点后点侧点，甩腿一圈两圈结束，来跟一下音乐啊。